今天马上要入场的呢，就是我们舞台上松弛感拉满走出大山的姑娘，来自好笑圈的第十一名 Echo。 欢迎 Echo。 Hello 来来来，我们马上就要进入下一轮比赛了啊。对，人生选择的话，比如说小鱼和赵月啊，谁更适合当男朋友？他俩各有什么优点你觉得？小鱼的话就是全是优点，学历、身高、长相也很绅士嘛。然后赵月的话，我会觉得给我一种大地之母的感觉。人生最难受的不是眼前的刑罚，是无爱的未来。但我觉得爱就大一点嘛，也不用框定到男朋友这边。我还是决定单身。对，好，谢谢。选最后选择单身。还有什么问题啊？人生选择就没什么，人际关系有点问题。就其实我还挺喜欢何广智的，但是我从四月份到现在一句话都没跟他说过。那把广智也加进来呢，他们三个你会你会怎么选？三个都要。哎呦，全都要。成人全都要啊。对，好，那我们最后看看这两个你。我选择人际关系吧。好，谢谢 Echo。 下一位要出场的呢，就是全场唯一的女企业家，她的脱口秀俱乐部成员再次全员晋级，让我们有请好笑圈排名第十的步惊云。欢迎欢迎。 Hello 成哥，心情如何？心情非常的激动。看着也不是很激动啊。我们这个赛段呢，还是有两个主题赛嘛。你可以就这两个主题各自问一个问题。问 Echo 一个问题。Echo 因为他上一段讲了跟男朋友前男友那个事儿嘛。因为 Echo 的前男友我也认识。Oh my god！ 我想问 Echo， 就是这段关系，你现在放下了吗？我选择何广智，对。说明有了更高的目标，我就想让他放下。刚刚 Echo 他的男生的心仪对象里面有小鱼，还有你们俱乐部的赵月。赵月、小鱼和广智。这三个人好像放起来，你就是只是喜欢异性，根本不在乎什么类型了，已经。你连赵月都喜欢了，我觉得 Echo 选的这三个有这个共同点，他们三个都很纯，是那种看着很踏实的男孩，他喜欢这种的。真的耶，我自己都没发现。他还是喜欢老实人，说明被扎的伤痕了。好，可以选一个。选一个，我选人际关系吧，我讲讲家庭啥的。好，接下来要上场的呢，就是高考299却给公司亏了300万的好笑圈排名第九的王继业。Hello， 来，如果让我俩选你嫁的话，那我俩赔不起300万的楼子，赔不起这个钱。如果在地铁上，你们听到有好多观众在骂王继业不好笑。你们会怎么做？真是个老实人呀，这年头不多见了。谁是老实人？骂你的人呀。开玩笑，地铁上还真遇到过有人在看我们的卡段，而且他会跳着看，一直这样。那如果他把你的梗跳过去，你会说哎等一下滑过来，这儿还跳下。我根本不在乎这个，你跳总比骂好呀，你心态得好。孩子，好好好。我觉得我还是人生选择吧。恭喜进入人生选择。好嘞好嘞好嘞。那个十一号的椅子哈。好，基业很残忍，如果你们那边人坐满了会把你挤过来。啊，真假的？你以为就选完了？你以为选完了咱没有选择的权利。接下来要上场的就是我的好朋友，好笑圈排名第八的孟川。川哥，应该有三位你的手下败将。没事，有我们垫底呢。川哥，你没有觉得你自己选的还挺厉害的？对，已经苟了两轮了。所以这个你看怎么选？我就选人际关系吧。哦，川二加油啊。好嘞。川哥告诉你一个残忍的消息，刚刚成哥说这儿如果坐满了就会挤过去。哦，没事。说一说为什么选了人际关系啊？因为我人际关系的段子比较多。我里边好多关于跟喷子对骂的实战内容，是对大家有帮助的。有帮助。行，接下来要出场的
他们是自带剧本的漫才组合，好笑圈排名第7的荒岛人气王，两位老朋友了。好，我们进入这个主题赛了啊！哎，正好现在不解也在，今年这些新人里面，选你最想签下来的一个人会是谁呢？因为我们俱乐部山河一直在夸小峰帅哦，所以那就签小峰一个，可不可以？好，恭喜小峰、哎！这个人际关系就没有关系了。那我们选人际关系吧。可以啊。好，你们已经4个人际关系了，这么挤这个主题。哎，哥，咱俩挪凳子吧，咱俩就。接下来呢，也是我的老朋友了，最近身体有点不适，还在强撑着努力的录制节目。有请好笑圈排名第6的豆豆。豆豆。到这里就冠军了，开始。冠军。定了吗？现在。定了。定了。主题赛了。嗯。你看他们。5个选了人际关系，这个人一看人际关系不咋地。我觉得我的人生选择都相对来说比较顺遂，就先问人生选择吧，就是你有没有哪一次的决定让你特别的后悔？哎，就在刚刚。就在刚刚。我太后悔了。马上后悔了。所以我想选人际关系，让自己不后悔的选择。哇，为啥呀？季夜有没有寂寞啊？我感觉我有点选错了。我跟你说，咱三个都有可能没接到，有可能，因为人际关系很好讲，亲情有些爱情不一定。马上要请到的是我们的爸别。既能当 rapper 也能当美食博主，好笑圈排名第5的哈哈草。哎呀，哎，主题赛了，会有2个主题：人生选择、人际关系。我跟杰去做一下吧。哦，哎呀。你高兴啥鸡？你以为你的主题打他的主题，再咋打？哦，咱们得竞争是吧？是竞争是吧？你以为啊？我以为是。你以为一对一啊？哦。哎呀，你亏300万是有道理的。傻孩子。下一位要上场的是掌管地狱笑话，小佳，身价2套房，来自好笑圈排名第4的小佳。呜。小佳，来问一下哈哈草，好吧，你为什么会选择做这样的人生选择？我就看基业一个人做自己好孤独的。如果我过去，那你会选我吗？你想的话你过来就行了，我觉得我们就比得好就行了。好，来。哦哦，小佳又来一个我打不过的小佳。好，下一位要上场的是高考总分1900哦，不考清北不收手的男大学生。好笑圈排名第3的小鱼。小鱼，小鱼老师，小鱼老师好，小鱼老师好，帅帅帅，把姐都逼成夹子了。你受不了老夹子，受不了老夹子是吧？佳怡。谁夹了一下？谁夹？我们2个主题，人生选择、哎、啊，不会选了，人际关系，哎，有点过了。我也选人际关系吧，这边比较人多。哦，可以，人际关系。来，欢迎小鱼。哎呦哎呦哎呦，小鱼，如果你要跟那个赵月竞争一个女生啊，你会感觉有胜算吗？悬念太大了。悬念。谁会喜欢长得帅又有学历又……五五开吧。怎么五五开的？他很可爱。嗯。你怎么说的好像你要选他一样？好好好，我们还有下一位啊。哎呀，我有点太可怕。我完了，选错了，我可能选那边了，我这边搞不动了，就有点可怕。哇，好笑圈之巅贾浩、哦、以及好笑圈并列第1的外卡王 Seven， 欢迎2位优秀的脱口演员。
两位一起。哇，你看浩哥帅的那样，哎呀，哇！来来来，接下来就是贾浩先选啊。就是我之前有很多很好的朋友，高中啊、大学啊，但是伴随着现在大家做不同的职业，然后又不在一个城市，偶尔一年会见个面，但真的会发现能聊的东西就越来越少了，你会很难受，但好像没有什么破解的办法。我不知道人际关系的朋友能不能给我一些这方面的交流。这个环节越来越正经，欢迎收看友情保卫战，真的在解答问题。这个问题问得好，哎呀，成了专家解答。首先，朋友就是阶段性的，这是我自己个人的感觉。但我觉得，首先你要珍惜现在跟你很好的那些朋友。我们现在有时候也会回去跟初中的同学聚会啥的，其实在一起聚会之后，你就发现还是聊的以前的话题。其实更珍贵的是你当初跟他们一起的那种回忆，跟他们那个回忆那种青春那种时光塑造你现在这个人，我觉得这个是更重要的。好，拍手，回忆是好的。哎，我反问贾浩，贾浩，我是你的好朋友吗？是啊。你去那边好不好？啊，嫂子，我告诉你，你知道后面那些人是多变态的人吗？怎么了？我要去了那边，这边空的位置就是全留给后面那几个人了。而且我估计啊，现在也不是最终盘的选择。那来吧，好朋友。Seven， 这个刚刚你也看到了。我按椅子选一选，就是那个黄色的和这个蓝色的，我都坐过了，我没坐过红色的，我去人生选择吧。哦，欢迎。Yeah。 又走了一位劲敌，又走了一位劲敌。三分挺硬的，我猜当你会过来的。这无所谓，这我觉得这边应该会做挺多挺狠的，但是无所谓，仅剩了两轮了，应该冒险一下。接下来就是我们大笑圈的朋友们了。首先有请稳稳的在大笑圈的第十一名的珊珊。珊珊，珊珊，哎呀，大爷来了，这身体真好。珊珊老师，我们进入这个主题赛了。你要选一个加入这个战队，选择之前你还可以提问大家两个问题，让这些后辈们解答你的问题，也很奇怪啊，是不是？确实有困惑啊，有困惑，就是人际关系，现在我也基本是要进入那个绝交圈了。绝交圈。对，朋友除了脱口秀还有几个以外，其他那个都已经差不多不交往了啊，所以我真想问一问，问一问豆豆吧。就是现在我有主要两个，一个看孙子，还是来说脱口秀。假设你到我这个年龄，你会怎么选？看豆豆那个疑惑的表情。退赛，退赛，你可以选择退赛呀。孙子重要，退赛看孙子。我到您这个年龄，我在事业上面没有太多的追求了，珊珊老师。对，但我觉得你现在过的生活也特别让我羡慕。我如果到了您这个年龄，如果有一个自己很想坚持的爱好，然后我也会试着去追一追的。啊，坚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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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根据这个豆豆的点播。啊，点播，这就点播了。豆豆，你真是点播的好啊！我何德何能？豆大师，豆大师。那我再点播一下。那我就再做人生再做一次选择。哦。哇，好。可以可以可以。真听进去了，哎呀，你坐沙发吧，你坐沙发吧，你挺大岁数了，你别往上爬了，没事没事。接下来啊，下面这位朋友，那有请脱口秀闺女大笑圈第十名的赵小慧。哎呦，你的老朋友小慧，我们这个主题赛了吗？啊，你选的是啊啊，我选的退赛了。问珊珊大爷吧。好，珊珊大爷。哎，我因为我以为他会做人际关系，这里我还挺想打他的。我想问他怎么维系父子关系。砸钱。砸好。拨给我爸听。可以，我觉得挺实用。对啊，就是要不我能出来吗还。哦，那你交了多少钱出来的？好好好，选什么？人生选择，人际关系。我选人多的这边。哦，人际关系，我就知道你想怎么。哎，珊珊不在的，大家考虑都挺周全啊。
接下来要出场的是我们的压力巨大，已经在脱发，然后在我们的大笑圈排名第九名的徐志胜。志胜，哎呀，可以啊，咋了哥哥？已经第九名了，也是没想到，稳步上升啊。行，我们进入主题赛了啊，人生选择，人际关系。哎呀，这怎么都不敢看我眼睛了，没人敢看我了，这是。其实进来之前我就已经选好了，我应该就是人生选择了。你们欢迎他吗？这玩意儿还能他们还能选到？来来来来来，不是，他们可以表达对你的厌恶，只是表达厌恶。对，为啥选人生选择？因为我感觉我不会搞人际关系。他搞得可太好了。徐志胜不会搞人际关系，一个热搜词条。我感觉你现在觉得他们几个已经坐定的，谁实力最强？目前还没有，还没有。为了一个不得罪都得罪啊！你看，我就说不会搞人际关系吧。行，那就恭喜志胜进入人生选择吧。来了，朋友们。来了！接下来要出场的是一位抽象派的脱口秀演员，35岁还在放荡不羁的汪德发。哇！哎呦，汪德发哥，来来来，我现在还有的选呢。有，你可以每次都有的选，只是看看谁没得选。哦，你想先看看大家的选择？哎呦，所以发哥两篇稿他都有。看来是他在考虑对手。不是，我是一篇稿子都没有，我就是纯写。我现在看大家，我是决定写这个还是写这个。你觉得哪边好打一点？现在不是，我不是说哪边好打，其实我更愿意写人际关系的东西。我是觉得挑战一下自己嘛。然后这边人生选择我觉得太大了，有点找不到方向。我人际关系吧，因为我想写人际关系的事情。好，对对对，恭喜发哥进入人际关系圈。哎，已经满了是吗？人际关系再剩俩了，再剩两个位置。下一位厉害了啊，是靠一头喜剧卷发和一段卑微的爱情连连征服大笑圈的第七名的赵月。哎呦，赵月可以第七。好了，来来来，你又可以选择你的爱情了啊。你觉得你跟小鱼同时竞争一个女生，你有机会吗？我应该不会同时竞争一个女生。就会有人同时觉得你们俩都很好，他很难做出选择。这是个什么样的人呀？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一样的女人。我们今天呢就主题赛嘛，在选之前呢可以随便问大家两个问题，随便。我有个人际关系的问题，就是老板说我没有提供情绪价值，这个该怎么办呀？赵月，你段子太炸了，给老板提供不了情绪价值。你就以后段子就温温的，就老板就上场不解都哭了，然后他想和我对视一下。他哭的应该是你的爱情了。也哭他票太高。青出于蓝胜于蓝。哎呀赵月高情商，你这一点也不谦虚啊，这样可以可以。然后这两个主题有的选啊。我想选这个，就是来来吧，来，赵月，愿意，好，接下来这位呢，名字大气磅礴，实则非常可爱，每一场都在衣服上有小心思的，大笑圈的第六名山河。哎呦，来来来，山河，做出你很重要的选择，人生选择和人际关系，打哪一个主题？这边吧。好，人生选择，欢迎。好，接下来一位很厉害了，是一位00后啊，刚刚在节目里整顿过张绍刚啊，这个有请漫才兄弟。哎呦，来来来，来这耶。Hello， 大家好，我是徐浩伦。大家晚安，我们是漫才兄弟。好，来一个。好，投票大家。行，我们这个主题赛，你俩选之前
可以问问大家一些关于这两个主题的一点问题。问题是吧？对呀、啊。啊，行的。反正人际关系呢，我们人际关系也就是我们俩有点关系了，就是怎么说呢？有时候也会遇到一些情感不是那么好的时候，比方说有时候，他想去另一个地方，我想去另一个地方，可能会有一些分歧。这个我有经验啊。啊，你说。我以前也是两个人的组合。啊、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你只要愿意放弃对方，就会越来越好。哎呀，善分不善合了。就得看一加一，他为什么小于二，得找到原因啊！我不说你们，我说我的那个。哎呀，终于出来这个梗了，太开心！终于出来一个梗了。行，人生选择，我就问一个，你会在这个自己的这条职业道路上贯彻到底吗？对啊，那支撑呗，我都不知道支撑的职业道路是啥。对对对，比较模糊，对对对。不是，我的感觉就是。他叫职业，那你就职业一点，就得一直做下去吧。行，好嘞，好嘞。如果你搭档不抛弃你的话，就继续做漫才吧。他们都在挑拨离间，我发现。对，是人际关系吧。选人际关系啊，好，对对对，来来来，哇，好，有请下一位了啊！两场比赛都拿到了190多票，大笑圈的第四名 ，Kit。耶 ，Ki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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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来来。哎呦，你看他们这里。位置还有一些，这里你仔细看一下，可能也能找到一些，也不用被他的位置所迷惑。智胜，你为什么选这边啊？有好直接的问题。因为我有选择。啊、有选择。发哥，我给你写抽象的梗，你会生我气吗？发哥，我会感谢你，你帮我写抽象的梗。哎呀，发哥，你欢不欢迎他加入人际关系这段？都行啊，我看他的选择嘛。但是你要是来了。我把你打掉了，就人际关系，哦哎哎、人际关系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开始放狠话了，哎呀，那你就有点过了，发哥，没有，别来，不会选了。那边挺好，那边挺好，那我就来这边吧。人生选择，对，我就来这边。好，来，还是很好，就这么干，别让毛豆来，有道理。越来越激烈，小佳。你要跟 K 的一对对打了，有何感想啊？好期待哦！好期待啊！哎呀，你觉得你俩谁能打得过谁？是生理上还是？你可以分成两个层面。心理上我能打得过他，我没病。脱口秀方面呢？我俩都能打过徐志胜。哎呦！顺子，他突然成了软柿子了。这不讲句狠话，没事啊。我可能坚持不了我职业这条道路了，我可能中途要放弃了。接下来这位呢是家具爱好者，一台沙发就能讲5分钟脱口秀的第三名何广智。哇，广智，耶、yeah ！广智还是厉害，还在第三名呢。你看一下智胜，早就。哎早就与民同乐了，你这还是不接地气儿。哦，这是选好了，分好了。对啊，他们选了人生选择，人生选择，他们选了人际关系这两个主题。人际关系是不是坐满了呀？没有，其实有。哦，还有一个座是吗？哦，我本来就想选人际关系的。人际关系，大家有稿子吗？大家问的好实在啊。大家现写还是有储备啊？大家。对。小鱼7天搞一篇，光志。哦，对，这边都是临时创作能力比较强的，什么小慧啊、小鱼啊。我那个专场叫《人和人和网》，你想想有没有人际关系的稿子？我怕你来了之后。把你打掉之后啊，哎呀，又来了！你话到这儿，我和你的人际关系会发生变化。什么都没有，你还有狗呢？发哥为了维护自己的友谊，你看，把所有人都赶走。发哥，咱俩关系这么好呢，我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欢迎他加入的？哪个？我挺欢迎广智的。都欢迎。哦，这里欢迎，这里也有，也。不行，假装在欢迎。我没有稿，我没有那边的稿，我只能选这个。我没有。哇、哦，人际关系，欢迎广智来坐大沙发。来，人际关系。哇，这边已经满了。好，接下来就不一样了。如果呼兰选择这边满了的一组的话，可能我们的这个票数最少的 Echo 就被迫跟赵月在一起了。
人生就没有选择了。选择了然后呢，人际关系组就获得了呼兰，你们也比较高兴啊。所以我们看看呼兰到底怎么选啊。来，我们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位，是我们可以永远相信的脱口秀前辈啊，脱口秀承重墙呼兰。哦、哎呦 ，OG 来了 ，OG 来来来。现在场上的情况呢，是人际关系已经选满了，但是你还可以去啊、哦，你冲进去随便赶走一个人，然后 随便赶走，没有规则赶走一个人啊、哦，然后他就会自动来到这个人生选择这边。你们谁想让他来？哥那边好，你看那哥，这边好强啊！我天，这边是挺强的，这边是有点气。哥，这边就不强吗？这边就不强吗？这边就不行，别这么硬，别这么硬，好不好？哥，我求你了，哥，你别来。你看这边策略，发哥吓唬他。发哥，打掉以后啊。发哥有狠话，你发哥有狠话。他的脾气跟我不一样。有请人际关系的这个脱口秀代表来说两句啊。对啊。这个主题不就是人际关系吗？你们懂不懂人际关系啊？就是啊，对，所以说，对，所以说我是怕您过来之后，如果我把您打掉的话，咱俩的关系会发生一些变化，又你这样他立马就来了，哥，他不会说话，别跟他一样，别跟他一样，我认识，哥，就是这边人挺多，挺挤的，你就坐那儿吧。但呼兰哥，你来这边。你要把我打掉的话，要不然我不懂人际关系嘛？你是岁数才去了那边嘛？我稍微我想一想，稍微想一想，你可以随便问问大问题也行。不是跟我想的不一样，我以为是这边人多，我以为大家都去选择，以为这边没啥人，我就直接选这边、就是。跟高考志愿一样的，大家都觉得都咋呼的，报的人少，都去那边了，都是一些不拉夫选手啊。我觉得就是算了，不挤人了，我就坐这儿就好了，好吧？哎、不挤人了，不挤你，你要跟智胜啊，智胜没问题，怎么办？打败比败那咋办？对不对？人生选择嘛，对不对？你们这学习 study group 来吧，对啊，好吧，朋友们，谢谢哥，谢谢，没失败，没失败。蓝哥，您这个，您就配当大王，您知道吗？哎呦，这都是我的朋友了，现在就是。人际关系处理得太好了。好，来，只有最后一位了啊！两次蝉联第一，令大家闻风丧胆的脱口秀坦克啊，不得不服的大笑圈第一名毛豆。耶、yeah, ，毛豆，来，又打了，这里有，冲着我就碾压过来了。主题赛了，我们有两个主题：人生选择和人际关系啊。你先不要着急做选择啊、你先好好考虑一下，好，因为你这个选择非常的关键、啊、好嘞，看看现在的，你觉得现在两边哪边强一些？有小鱼，我不能再选一遍小鱼了。你这，哎呀，这个有道理的。所以你们谁想让他加入？来吧，这边呀、啊，来吧，为啥？再过去吧。是觉得随便打他？他们好嚣张，你不打一下我都看不过去了都。没事，我觉得你可以去个人多的地方，挺好，人多热闹啊，人多热闹吗？啊，热闹，考虑一下，坐不开了，哥，坐不开了，热闹也行，坐不下，打掉的话，又来了，确实是，不是我，其实大家关系都特别好。但是我怕又来了。没有，我觉得那边特别好，那边刚好剩一个，然后一坐过去属于你的位置，然后咱们就快乐开战就完事儿了。对，哦，我觉得那边挺好的。胡兰哥，你说我去哪？你这个弯我就你定，我德艺双馨，我能说啥？你要不今天把德牺牲一下，保留一下艺啊？志胜哥，你说我去哪，我就去哪。你那显得我跟你说，显得我德艺有问题似的，我跟你德有问题。就去这儿吧。来吧。哎呦，这么和谐吗？好了，还是发哥，还是得发哥。